戴瑞，感谢戴瑞。戴瑞，为什么常飞的名这么奇怪？嗯，巴瑞 ，DC 的名字。哦，怎样？地上这样一粒一粒是正常的。有粒子，一粒正常，正常。哦哦，你说这个一粒一粒哦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他呀，捡得起来呀、啊？你捡看看。捡起来吗？有繁星点点一粒粒，不灵不灵的，代表八点了，点了，八点亮了，受到天谴了，受到天谴，不要拿这都想要恶作剧，哇，八点这有点忙啊，听不到我的外星体啊，你想要外星体恶作剧啊？没有，开不了我 OBS 啊，哇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开不了台了，可以再试一次，不能赚钱了。还有一个比我们都还要老手的泱泱，喂，哇，我是新手，不可以欺负我。据说你自己开这张地图玩了几场啊？然后被虐得很惨，而且他还有帮我盖几场啊？他还有帮我找 bug 哎、欸嗯，对啊，两场，他找两 bug 是不是？他大概已经玩了100场了，哇，哈哈哈哈那完了，他也要开雷了。可以可以，我们的已经更新了很多。所以想要恶作剧应该都用不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我完全可以把那个村民带走，带不走了。想把他带去哪、啊？藏起来吗？现在那个船在村民附近会直接消失。哇！所以我们的村民坏坏的事情都没有。那这次习得新技能，更新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对，特别的、哦，死掉的那个。死掉的，你说死掉那个混沌之物的话，它可以换东西。嗯，混沌之物可以换东西，换牛排。可以的啦，牛排换下去了。对，可以换东西啊。巧克力，巧克力，你可以把你的神剑换成牛排。我不要。到时候身上全空，穷的只剩下牛排。然后重点是你换完牛排，它又变成混沌之物。可怜哦，好惨，史上最衰，无限轮回。五个混沌之物可以换一个牛排，然后现在杀人有多一个奖励，这个奖励可以换。欸、叫做绝招促进器。哦，这有点凶啊！让来，如果让那个绝招 CD 变快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哦哦，他就是在哪听过的嘞？那个这个名字好熟悉哦，好熟悉哦，纯属巧合，巧合。他是不是也是捡20% CD 啊？哎呀，好巧，好巧。好像香菇吧，应该是真的好想你。好了好了，都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还有谁没好？本期降资讯定，哎、欸，还是还没好。好啦，我在里面啊。没有，我看你可以正常说话，怕你嘴巴还夹东西。感谢。我帮你把嘴巴的衣架拿下，落衣架啦！好讲哦，带衣架拿下，带夹，带夹，鲨鱼夹，夹了别扭，头痛了鲨鱼夹。再说我等下团团又嗯嗯嗯嗯，我不知道昨天我到底在干嘛，很开还是喝酒啊？醉了，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亚波浪泱泱跟那个音泉敌对啊，因为泱泱虽然说是玩了100场的老手，但他还是他是新手。感谢老弟，我、哦、好困哦，刚刚还在睡觉。分开，来随机分队、哦好累哦、啊，同一队，同一队，啊，同一队，再来。哦，开心礼物。一样，你。哎、欸，重设、欸欸，马上抓 bug， 重设阵营没有用。哦哦，啊哦，现抓现抓，现抓一个江苏玩家移除队伍，按的没有用。啊，记录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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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制定一下。定一下还是他可以今日第一个，好，那就重置了，就重直接重置重置，最后一本直接全部重置了。嗯、欸、嗯，为什么？没关系，分队。不同队了，你要站一下。敌队了，敌队了。绿队，
哈基，你怎么不是啊？你是间谍是不是？有新的间谍系统？间谍系统，现场给他看一下。这个是那个没穿衣服的哈基的颜色。嗯，他的内在，他的内在。哇哇，我先走了，拜。好有队友了，哎，都是四百五了。你去找衣服穿。直接离开。哎呀，没有。那我们就分开来讨论职业，就开始好。好，燕燕，我们下去。这里要去二阶。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不用动。耶、yeah, ，不用动。耶、yeah. ，不用动。那对面看起来好凶哦。对啊。对啊。超凶的。凶哎、欸。我要当矿工哎、欸。我们什么？全部矿工吗？能不可能啊。我矿工我被指定当矿工，我要当矿工吗？你是被谁指定当矿工啊？巧克力啊！啊，他在对面，你理他、啊啊？对啊，那我要当什么？当矿工啊！你，可是你会一直被他打哦，你会发亮哦，你会被针对哦，你会发光哦，你会被针对哦，不然就是一直归家里哦。这矿工有幸运一耶，看你啊！我先矿工试试看好了。嗯。团团又要突袭，团团很可怕哎、欸！查看职业，查看职业在哪里？哪里啊？那个第二本书有个查看你目前所选的职业。啊？我们没有守护者。啊、哦好了，我守护者没有游侠，游侠也没有。剩我了吗？我也还没选。我突袭好了，就突袭，不改。全矿中，全矿工好，感觉还不错。哇，资源很多呢。哎呀、啊，可是这样也没办法去对面挖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很亮哎、欸，把它钉在地上，最醒目的那种哎、欸，冲过去把它钉在地上，钉住那开始挖。我是想这样干啊。是可以啦。他那个定住是多少个以内啊？有，我记得我是设定五格还是六格不内？半径五格哦，还是直径？对，半径五格。那也蛮远了、欸。嗯，好了吗 ？OK 了吗 ？OK 了，好了。哇、对，每次巧克力我就觉得压力好大。等等。哦，为什么司令要跟我讲、啊？为什么？嗯，有观众跑来我聊天说，我失恋了啊？为什么？所以呢？所以呢？哦，难道这边是你的第二春吗？是什么？还没升矿物？矿物？矿物？有啊！一拳，先来拆那个工作台吗？工作台什么盾牌？附魔台，附魔台，附魔台。哎，矿物室没开是不是？矿物，哎，矿物没开吗？矿物，我的矿，啊，我的铁矿。我杰瑞马上来啦、啊！哎呦，马上来了！我的哎，我是打个碎，走开呀、啊！是啊是啊，可是我们的食物被敲走一些了。OK 的。哦，可以挖矿了，太棒！巧克力在我们附魔台区那边哦，赶、快去挖！不是，我在被打了。你就跟他打，快来挖！要等十秒。有了，杀掉了，杀掉了。那我输给我先带走。我这边附魔台对面附魔台，我们的，我们的都要都要。我先把我们的挖掉，石镐就可以挖了吗？嗯，哇，我不确定，应该是吧？哎、可以。挖掉了，要给你吗？还是没有？你就先放在那个珠宝的箱子里。哦，随便找一颗放就可以了。嗯，谁要铁啊？不知道对面副台在不在？哎、他们全军入侵啊！来哦，丢地上咯。对他们全部都来了。家里啊，家里，等一下啊，没关系，都来了，没关系啦。现在他也不能挖核心啦，没关系啦。是啦。跟错地方，
我要他们副本才被挖走了。哎呦哎呦，挖掉他们书柜、哎，打错人了，不是打我啦，巧克力砸错人了。干嘛挖书柜而已嘛？错人了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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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雨哟、哦，小雨小雨，哎呦，不要虐矿工好不好？哎呀，矿工搞不见、哦欸，我的矿工搞不见了啦！去买去买一个铁而已，我的矿工搞。啊，我要认真玩了，认真玩了。好，认真玩，认真玩。我的矿工高。步伐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挖他们那边的矿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但你会被打而已。哎、欸、开场没有伤人，开场没有伤人，我也没有办法买啊、欸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怎么办？嗨，你要贴个，我给你。我可以做，我可以做，我身上还有。哎、欸，我只在挖矿的，我只在挖。没有人去对面挖的啦，找死哦！你这个矿工，你这样子被打，反正我要三个铁，没有。哦，啊、又有人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小雨哟、哦，小雨，哎、欸，他居然拿铁斧、嗯、啊，不是石斧，还有那个本钱呐、啊，小雨哟、哦。不知道拿错稿子，我手上还有木稿，谁喷的？谁的木稿？不是我的，不是我。哎，哦，自由。真笑。来啊，谁要铁啊？来啊，铁在地上啊。你直接放地上啊。赶快去捡啊！我是这样子吗？我捡了。这边做一个箱子吧。好啊，我现在没有木头，你先做，你先帮我做吧。砍一下木头。我在努力的挖。为什么箱子里面的格子？嗯，等一下你磨出来太多、哦。我装一个昨天录影的材质包。哦，用外挂。你上次180度回头就怪怪的了哦。来来来来，铁包箱子，铁包箱子，不要你们不要挖，你们不要挖给我挖。我挖。是昨天在录影的时候，录影开外挂哦，录影外挂哦，我做了两顶帽子啦，哦，哎，入侵喽，一个不知道谁啊，贴哦，哎，干嘛？我怎么打一下血都没了？小雨穿铁装喽，好，我们也开始换铁装喽，来哦，我们有铁装哦，赶快哦。东西放副手不会不见哦，是吗？好，重要东西放副手，例如我的铁吗？好，我把铁放副手，要去乱吗？乱一下，乱一下，走、啊、走，去 go go go， 有装备的 go， 哦，好痛！虽然不知道金矿绿宝石可以干嘛，总是先挖的是，哦，好痛，超痛的，哇塞！怎么了？三件装备不见了！你浪费我的铁！你要挖，给你挖过来。可是这边很危险哦，这边是离他们家很近哦。真假的？你不会看地形哦？没有，我想说，我心意，我这边挖一下。啊，里面又有铁了，里面又有铁了，赶快去，赶快去。好好。所以你也太运气好了吧？你吹一下，运气这么好。唉，奶奶。一拳，你这边自己小心哦。好。好冷哦。天气要转冷哦。就这出手会放副手的。嗯。请问红色跟青金是哪个比较重要？青金吧。青金石。那我保青金石。都很重要。都很重要，都这些附魔师的，他们附魔师的。工作台，你的附魔台在身上吗？我放在家里箱子。哦，家里有。对啊。上面，哎呀，书柜也收走了。哇？没有，我们没有动着，动着，动着。他们啦，他们书柜收走了。对啊。谢谢，
谢谢。哎呦，去偷一下嘛，去偷一下。偷啥？偷啥？哎哎，死了！哎哎，我偷啊！我偷他们的黄金。好好，那我守这里哦。好，好好好，短短啊，短短。你怎么一下就死了？你这个守护的那太烂了，他掉下来直接一个暴击啊！这个守护者直接就死了、啊，好痛好痛啊！超痛的。做装备，裤子、胸甲。天哪！可以好。啊。嗯。哎、啊，我们的食物在哪里啊？我们不是被抢走了吗？啊，都被抢走了，很多都被抢了。我过去的时候只看到点菜的。我身上有萝卜。先吃萝卜，等一下，商人出来之后就直接买肉了。再做一把铁剑好了。问问他放哪？一样，放上面吧，核心上面。嗯，核心上比较好吗？其实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好像也是比较好啦，因为那个啊，就是不用每次，对对对对对。嗯。哇哇哇起来，那接要过去吗？还是没有？来挖这里就好了。嗯，好啊，过去挖 Go, ，Go。他们又来嘞、欸，哇，附魔哎、欸，这里好黑啊。死敌，砍了两下。哦。嗯。哇。哦，终于加倍轻轻十次了 ，yes， 哇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后面、啊、好多人都被制裁了，我的武器不见了，我的衣服又不见了，怎么都不见、啊欸、我的裤子也不见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这样子矿工很累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有啦有啦，还有铁，我们还有一组多的铁，还很够。来，好好好。